哎呦，你老婆疯了！郑鑫是你儿子在电动车厂里倒车呢，你快看看去吧。妈，你别说了。妈妈肯定会把车倒进去。这已经倒了半个小时了，能不能先放我下车？我想尿尿。门已经被我锁了，倒不进去。别想下车。忍不住了。老婆，你别冲动。老婆，千万别冲动。爸，救我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是20年的司机，从来没出过事故，我可以帮你倒车。我张大侠也是有驾照的人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帮我倒？你在驾校的时候。把油门当成刹车，被你撞过的教练有20多个，你每次开车那可是拿别人的命在赌啊！那是以前，现在我想倒，我就能倒进去，天王老子也管不了我，我说的。好，挂倒他。我这根本听不进去嘛，这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你别说了。再往前走一步，我立马给你到桌子上。你先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你不相信，我也要相信他们家的广汽丰田必得死在这个智能泊车口上。无论多复杂的环境，一个键就能轻松搞定。就在那儿，你只需要把车停在车位附近，按下这个智能泊车助手按钮，松开刹车，就开始自动泊车。它支持6种路况场景，能记住3个车位。你先让兔兔下来，我替他实在是快憋坏了。好。爸，快跑！站住！别乱来！放开他！你不让我道歉，我就打你儿子！要敢打我儿子，我就打你儿子！要不你们听听我的意见，我憋不住啊！球衣破了。坚持住，我现在就来给你送就医。这件事最终落下了帷幕，从此小区里的人都会叫我爸，倒车专家。